这边那个早上4:04做了一个梦啊。旋转的时候，同前两天一样啊，放下一个方块啊，一个底座啊，一个底座啊，然后把那个雕像啊，雕像放在上面啊，前面是我，左边是我爸爸，右边是我妈妈啊，那个大雕像啊放在那边啊，他们继续在施工，继续在施工啊，直到媒体上要报道啊，有人发现了这个事情，有人发现了这个事情，他们才会结束。到处在放这个啊，因为巨大无比嘛，要有人报道，他们的目标是这样，直到有人报道了，被人发现了一个，然后他就停下来不做了啊，因为这个到底数量多少呢，也没有定，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，也没有定，但是他们就做完以后盯着地球上看谁，会突然发现这个事，发现了一个传播了，然后媒体上报道了啊。然后才他们就停止了做，基本上是这个规划啊，告诉我是这个规划啊，他们还在做那个巨大的雕塑啊，这个巨大雕塑一个啊，是方块形的啊，你们梦里边也说的那个方块形的啊，原来呢，我讲的是个呢，那个底座啊是没有说高度的意思，没有说直角啊，只是说方块啊，今天这次就告诉那个底座啊也很大。这个底柱就是那个正方体啊，原来呢是看的正方形，主要是那个上面环，现在看的是正方体了啊，还有底柱啊，然后他们做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最终的目标呢，要让我们这个地球啊是一个人人平等啊，成为一个人人平等的一个地球，那个星际文明也好，宇宙文明也好，最关键的一条是人人平等啊，人人平等。但怎么才能实现呢？就让我传播这个事啊，就把那个老天的天上的外星人的想法要传播出去。但传播出去呢，我在这边讲，没人关注啊。所以呢，他说了大条下发现了以后，人家报道这个事，然后对上我人的时候，关注到我的时候呢，我就把我知道的事情再传播出去，用这样的方法，告诉地球人啊，这个从以前的灵盘也就吻合上了啊。好，确实昨天夜里又是好多飞碟，所以呢，我昨天整夜做的梦都是飞碟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